你说你进去要不要？进去要吃鸡啊？也行啊。食物还带米暗，带米暗先好了。要不然食物先。没有想到吧？跟初音联动喽，一品，再也不用 buff 就可以打死他了。一品啊，我慢慢打，我有几个。 一品哦，一品啊！哭啊！哎，中文念啊！你去吃，谁听得出来？嗯，初音还有在更新吗？初音还一直在办，到处办演唱会了。来啊，一品来啊，来，我慢慢。 所以他那个什么，有一个什么初音世界的什么游戏的，好像话题度一直都很高吧，但是不知道什么论坛，推特还是什么，还有世界计划，好像跟原神差不多的话题度吧。 啊，人类，你别打，你打我打了。我不是在的吗？一品不是吗？一品啊！哦，我怎么在带名人呢？哦，好可怜啊！我在死屋啊，我在死屋啊，不知道死屋吗？我在死屋啊，死屋啊，死屋啊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谁要打？赶快死屋！等会不会把我死神喷掉？死神 CD 多久？ 二十分钟，他把你先把它脱掉。哎，好呀，我先把它脱掉，有道理哦。我先把它脱掉。加加加加，来来，初音登场，十抽就中，单抽就中了。啊，都给明天打。明天他一定会死啊。都行了。OK， 明天他一定死。哪一个才有送初音啊？上面这一包哦。 来6包够了啦！当当当喽！出货！打包点数2组，还有送兑换券。 失速王科里内陆识破坏所有敌方从者，召唤4次，2以上5以下的从者各一个到场上。7费炸场，全场复活。如果拉出来的东西都有集齿，应该还行吧。 抽到什么？什么莉莉丝，炼咒术师莉莉丝。哦，他进化就大家都有即死啊，那就是炸下去全死啊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怎么没有初音啊？初音嘞？
寻音流歌500块一组，一起卖1200块。没事啊，等任务，我等任务给的那些奖励，他总有一天也是会给到的。又有400块了。有了嘛，这不就有了龙之魔女龙族，丢一张拿一张龙之创造。哦 ,OK。强回两滴血。学员牌。嗯，交一只龙然后回两滴血，不错。OK, 二零古堡出发。拜拜说。没有老朋友可以猜了，为什么没有老朋友可以猜了？这个不是新卡包吗？不就又退了一季了吗？那肯定还有一季可以拆啊。拆一季然后再用占用卡包，感觉每次玩都很够用啊。龙族巫师那些肯定都够用啊。龙族巫师主教还有死灵跟复仇，这些牌都蛮齐的。精灵跟皇家永远都组不出来。皇家我只组过青蛙皇家。巫师一定可以哦，我巫师的牌超级齐全，每一季都有组满。